你还在用传统古板式老土的老花眼镜吗？现在老花眼镜已经进不到这个地步了。我找到一款超轻薄、超 fashion， 戴上去又不显老的老花眼镜。重点是它是现成的，马上试戴，马上验眼，马上挑款式，最重要，五分钟里面就搞定了，节奏快，度数准，又超级方便，就是这一款 Alux 老花眼镜。这个眼镜一眼看上去就是超级薄，这样的设计就是让你戴在鼻梁上的时候减轻它的负担，小小的放在盒子里面戴出去也方便。再来就是这个眼镜最厉害的地方，防蓝光镜片，长时间暴露在蓝光下会导致眼睛疲劳，影响睡眠，甚至可能导致视力衰退。现在的生活啊，手机电脑可以说一刻都不能离手，这样这款眼镜就是你最高能的护眼工具，它能有效的隔离蓝光，减轻长时间看着屏幕所带来的疲劳，而且镜片清晰又薄，戴上去完全不会有压迫感，又不会晕，真的是西北好了啊。除了这些，它的镜脚还可以这样凹的，看到没有，这样凹啊它都不会断，因为它采用的是一种叫做 TR90 来自瑞士的超韧性记忆塑胶。 TR90 独特的分子结构让它重量轻，伸缩性强，随便凹它都不会轻易断裂。看，如果日常生活中啊，我们不小心这样拉到都不用紧，那这款老花眼镜如果在普通的店的话应该是要3倍的价钱。什么？你怕网络诈骗不敢网购？我们是拥有10年经验的老花眼镜公司，不用担心，你可以放心选择。如果你对网购感到不安，没关系，你可以随时去 Well Pharmacy 验货看看，打破传统格局，重新定义视觉标准。